回到嚟第二節嘅百鬼夜吟，咁上一節咧講就流出咗嘅，流出咗啲咩一句啫，一句啊！我成日都話咪後好聽啲嘅啦，係啊，咁上一節就咪後好聽啲，所以流出俾你聽下。係咯，即係講咗啲關於 Netflix 嘅片啦。冇錯啦，上一節講 Netflix 嘅，因為呢個咧，其實我都有時都幾尷尬嘅。點解咧？因為我有一次睇咗 Chat Room 咧每當即係因為我哋個本台咧都介紹好多 Netflix 嘅嘢，係啊，係有一次睇到 Chat Room 咧就話有觀眾問咧，究竟以時收咗 Netflix 幾多錢？我哋都想要啊，係啊，有冇錢啊？我哋冇啊，但係我哋介紹咗好撚多出戲係 Netflix 嘅戲。咁啊 ，Netflix 又真係好多戲嘅。係，佢立咗好多嘢。係啊，咁我哋都係用户。係咯。咁佢贊助我哋係歡迎嘅。係咯，好啊，歡迎嘅。歡迎佢真係真金白。全部主持免費 account 好啊，好啊，我會睇多啲咁樣。係咯係咯係咯，咁樣。所以就我而家俾錢都睇唔少。係咯。咪佢嗰好似早就係禮拜二啫嘛，好似陳四同埋阿台長咪講緊Netflix 嗰樣個運作係點咯？啊！即係我打開 Netflix 係揾片多嗰啲，係啊，多睇片，我哋都好共同係咁，所以我都一揾嚟揾去，最後咧就係睇一出自己以前係喺戲院睇過嘅戲，係咯，呢個係。十個有九個 Netflix 的用戶都是這樣的，這樣是沒錯，我看了不知道多少次 Matrix， 他剛剛才在外面抄的，是的，因為我最近是看，除了剛剛講的那些戲，我最近是看異形，有嗎？是的，又看異形，是的，不知道，我不知道會看多少次 Matrix，直到佢 Matrix 第四代、第四集出，好似最近有咩John Wick啊，John Wick 嚇嗰啲，又嚟啦嘛，係咯。唔係呢啲好睇嘅，即係 Slam Dunk 真人化已經就唔係真人化動畫，好彩佢唔係真人化動畫電影啊。入樽唔好真人版啊，記住。港產嗰出咯。冇啊！我會諗起就依件噶。又嚟要啊！冇嬲啦，要嬲，好嬲。係咯。咁關於入樽咧，係關於學校咯嘛。咁我喺度係啊，夾硬嘅。好艱難啊！硬啲喎。好耐冇講個鬼故啦，其實我就即係幾多集冇講。哇！十集。如果照計咧，吉而家係一百幾多？一百九啊，一百八十，應該有成廿集之後，廿集就二百噶啦。應該有成廿幾集，我冇講過我嘅鬼故，係啦。咁觀眾快啲打電話上嚟領佢，冇得再講啊！係咯，你即刻 stop 呢度，打上嚟。係咯，話説學校裡面咧，即係有間學校啦。其實佢有一連串嘅怪事，都係發生喺佢嘅學校嘅三樓嘅。三樓係啦，即係佢嗰度有咩咁特別咧？佢學校三樓咧係同一層咧有音樂室啦，有美術室啦，有木工房咁樣嘅。咁古怪呢個編排，都唔古怪嘅。咁密集密同一層嘅，然之後零零舍舍就有某一班嘅叫近時有唔知你哋有冇學校有啲叫流動班嘅。有啊，你就係流動班嗰啲會走嚟走去嘅，冇錯，有個 locker 跟住周圍走嘅。嚇嘅咁佢都有本來有個課室嘅，但係咧就主要就係俾佢哋走嚟走去，中間可以。我係冇課室，連課室都冇嘅。冇錯。嚇咁咧話説嗰個課室咧裡面咧就有。個日同學咧有一段日子啊，即係有件事發生嗰陣時，有個同學咧係坐喺嗰個課室最後一排但係咧佢有一段日子咧就突然間咧係日日都唔見咗，即係連日旷課，揾學校都揾佢唔到嗰啲。係咁，然之後咧嗰段時間咧就佢個位空咗啦。咁咧佢喺旁邊嘅同學咧就話。成日都會覺得佢喺隔離，但係望過去嘅時候咧就冇人。有一次咧，嗰班嘅教佢英文嘅老師咧，就喺住所有人面前啊，對住個冇人嘅位嗰度講嘢喎，
即係佢即係嗌佢大問題嗰啲。係啦，唔係佢就係話同學，你係咪唔舒服啊？咁冇人喎。係啊，但係其實大家啲即係成班都起哄就係話，喂，嗰度冇人嘅喎，你係咪見到啲咩？但係咧，即係個老師就咁樣望一望，嚇冇人咩？然之後咧，佢跟住唔知望到啲乜嘢。即係呢個佢後來都冇人講過出嚟，個老師佢究竟見到嗰個係乜嘢？係，但係大家都估到佢可能係見頭先佢同個同學講緊嘢噶嘛。咁然之後咧，佢就係個老師咁樣走咗去個走出咗個課室。咁然之後跟住都唔知佢咩事，但係個老師咧跟住就請咗病假一個禮拜。係，翻學嘅時候咧就冇再同人哋講過究竟佢都係見到啲乜。而在那個幾禮拜之內呢，在一個泳灘那裡發現一條浮屍呢，就是那個同學來的。即是他泳灘啊，是啊，即是他沒有回學那段時間，其實他已經過身了，是啊，他已經死了，這樣，啊，那這個是他其中一件事啦。那然後呢，後來呢，這間學校呢，就將，即這個課室呢，那個安排呢，就是最後嗰排座位移走咗佢，然之後咧變成咧一啲 locker， 裡面可以嚟擺啲文具啊、書簿啊嗰啲咁樣啊，交功課啊嗰啲嘅 locker， 又唔係冚埋嗰啲喎，即係就咁可以攝喺度啊嗰啲咁。即係寶櫃嚟嘅啫喎。嚇，類似啦，係啦，係啦。因為 locker 係 lock 得噶嘛。係啦。咁佢即係純粹一個寶櫃。嚇，呢個咧就係佢嗰間學校最耐。一路講話三樓有怪事嘅個起點啦，嚇起點？係啊，即係呢個係佢嗰個傳聞。而讀中七嘅阿昌咧，你讀中七啊？係啊 ，Cherry 有冇經歷過？冇。嚇，即係所以講得中七，你又知道係某好多年之前啦。我家姐讀中七嘅。嚇，你家姐就讀中七嘅。阿 Wing 都係有讀中七嘅。我係讀到 Form Seven 再升大學嘅。係啦係啦，咁佢中七好多時都係會做嗰啲 PFS 啊、Happy Fest 啊嗰啲咁嘅職位。中六做嘅喎。係咩？唔係中七做嘅。我唔知喎，我見佢就話佢當時就係嗰個。通常都係中六做嘅，通常係中六做嘅。咁佢每日。嘅即係會安排一啲值日嘅風紀啦。總之可能係中六唔係中七啦。嚇，可唔係喎？佢可能係嗰啲叫隊長嗰啲喎。隊長中六做嘅啫嘛。都係中六做。中七就全部唔做噶啦。係咩？哦，專心讀書啊。係啊，唔俾佢做嘅學校。唔知係咪呢個古仔嗰個佢自己記咗咧？咁是但啦，咁總之係人嘅記憶總有錯嘅。係啦，即係佢總言之，佢係做個叫 Happy Fair 啦。係啦 ，Happy Fair 嚟嘅。咁安排啲同學去巡邏，即係臨放學嗰時要巡翻啲課室啊，睇下有冇啲人離開課室嘅咁樣。係。咁然之後咧，佢一日當值嘅時候咧，就去到三樓。咁三樓係有音樂室噶嘛，佢就聽到有人喺度傾偈。咁佢就心諗走嘅，係咯，仲係走嘅，唔通即係啲課外活動嗰啲未完咁，咁咪走去睇下咯。一打開道門就冇曬人，冇曬聲喎。咁而燈都冇著到，係啦。咁佢就突然間諗起啲其實音樂室都有曾經有過啲怪事嘅。咁多鬼故嘅呢間學校，佢就話咧。那個有同學其實喺課外活動嘅時候咧，喺音樂室嗰度咧，喺望出窗嗰度咧，係有個冇面嘅女鬼同佢哋揮手。窗外面？係啊，喺窗外面。三樓嘅窗外面。係啦，咁佢就咁肯定唔係人啦。係咯。係咯。咁佢諗起呢樣嘢嘅時候都不自覺咁係咯，望一望個窗。然之後就嗱嗱聲，都係走啦，唔好嚟。係啦，咁然之後佢再經過咗嗰個美術室啦，木工房啦，就然之後就經過咗頭先講，再到咗頭先講最前最初發生嗰個鬼故嗰個課室啦，嚇。咁佢就因為可能就係因為啱啱佢就喺音樂室嗰度聽到有人傾偈咁樣，佢。先至認住啊！嗰個課室有呢啲古仔嘅喎，咁然之後咧，佢就行到過去嗰時，突然間小心啲，咁然之後
慢慢打開個個課室個門啦。然之後咧，個課室裏面即係著燈嘅喎。咁而佢見到嘅，學你話齋，佢就見到最後面一排咧，竟然有個男仔背向住佢，望住個壁布喎。係。係咯，喺度吟吟沉沉，唔知講乜嘢。咁其實阿昌就好驚。因為但係佢又要問，即係始終你有人吟吟沉沉，佢未必係佢想像係鬼噶嘛。係。咁你都係會問佢啦，同佢同學你做咩未走嘅？係。咁但係佢聽到嗰個同學都唔知噏啲乜嘢，咁然之後咧越來越細聲咁樣，咁然之後佢唯有再問多次啦，同學你講咩嘢啊？咁然之後嗰個人一路都係冇回應嘅。但是呢过了一阵他阿昌开始觉得咦是不是怒啊就是那些这样的事。为什么不应啊是的。突然间那个人就转个头就。转身回来。是的。那他就见到他一个就是整面浮肿发黑发紫的、oh, 的人的人样跟他说我走不到啊。咁然之後就將佢嚇暈咗啦。咁佢然之後咧，阿昌唔知道幾當時係幾時，總之佢一日之後咧喺醫院度起咗身。佢印象中咧就好似有學校嘅校工啦，或者老師咧係曾經送佢去醫院嘅，係啦。咁到佢醒翻嘅時候咧。即係佢之後叫咩好翻啦，即係冇乜事嘅時候咧、其實就同翻啲同學講翻呢件事，就變咗呢間學校又多咗個流傳嘅古仔啦。係係啦，要巡樓嘅咩 ？Peter 要啊，要睇啲學生走。係咯，要幫手噶嘛。唔知、我記得我當年我推咗我唔做呢啲咁嘅職位。我好似有做過，我係推走咗佢。其實好難唔推嘅，我寧退之前又要早啲翻，又要遲啲走之前。係喎，好多時都係早走，唔係早翻遲走噶嘛。我先唔制，我冇參加任何課活動噶嘛，我淨係參加回家步。係啊，唔係我就更加咩啦？我係壞學生嚟，佢係唔會揾我嘅。唔係佢有揾我啊，佢有揾我做啊。好似有做過一排。你哋太乖啦！乖啊，訓育組幾個主任 interview 噶嘛，直頭老師問我：啊，你做唔做啊？我話我唔做喎，要翻屋企喎。跟住話咁噶，你服務學校噶嘛？我冇啦，冇啦。因為你係飲酒嘅壞學生，我冇飲酒。佢係咁啊，係嘛？即係好似司令嘅口吻。阿七，呢個任務好危險嘅，你有咩問題？有，可唔可以唔去？我好誠實，我就話：我唔上班，我唔想做呢個位。跟住佢就，但係呢個係我班主任，所以好卑鄙地咧，佢哦，你唔做 PVA 得啦，做班長冇咗咁嘅樣，咩屈咗個班長，即係取長，即係搞搞，真係搞笑，俾佢整鬼咗。好，勁無奈就係咁啦。係啦，咁樣學校嘅嘢其實大把大把好多股嘅，問下依家中學生。系而家啲中學生，係喎，可以問下我啲學生。但係佢哋唔使翻學。跟住同你講，你知唔知咧？呢度嗰個女廁咧有鬼嘅。係啊，都係嗰。唔係佢去啫嘛，唔關我事㗎。係喎，你職業。係喎，我有 staff 嘅廁所㗎嘛。我以為係喎，唔怪得話問起你啦，因為你而家喺學校做。梗係啦。但係冇翻學。係冇學翻。點算咧？唔知。你佢咁虽然喺学校做，但系都系介绍饮酒嘅，系喎，怪喎，你啊，好，我嚟再睇下 Wing 饮咩酒啦，好啦，今日同大家讲一个灵鬼字嘅古仔，似系一个人同鬼嘅斗法嘅古，听落去你就知啦。话说东晋年间。在武昌呢就住了一个叫周子祥的人、姓周的周啦，子啊儿子的子，祥就很长的祥，周子祥的人、不是周永祥周子祥的人。他呢有一天他拜访完他的朋友想着回家，他和他的朋友呢相差五里路的，走了一里路开始日落西山，咁啊，趁住仲有少少陽光咧，就諗住加快腳步啊！咁啊，想快啲翻到屋企。點知咧，
行到上一個冇人嘅山崗嘅時候咧，即係好細嘅山丘仔啦，應該冇人嘅喎。突然間就出現咗一個磚牆喺佢前面出現咗，漸漸咧浮現佢眼前咧就唔似磚牆，係間大屋，而佢咧就喺大屋嘅門口度，所以佢頂住咗過唔到。而佢大屋門口企正一個士兵，而個士兵見到佢咧就伸手捉住咗佢後頸。就说喂，来者何人？为什么你会出现？而周子祥一边挣扎一边就说了，我佛门弟子，为什么要捉我？这个时候呢，大屋里面就有一个官员这样的人走了出来，而他出到门口那一刻就听到周子祥自称自己是佛门弟子，于是乎呢就问周子祥，你既然是佛门弟子，那你懂不懂背佛经啊？那周子祥呢啊，原來又真係佛門弟子喎，佢識得背四天王經同埋六字經。記住啊，嗰陣係東晉，所以咧就可能未有心經，因為原裝未有西天取經。咁啊，佢咧就一字不漏咧咁將頭先嗰兩部經書咧就背曬出嚟。咁嗰個官員樣嘅人咧，聽住佢背咧就冇乜表示。咁啊，周子祥見到佢冇乜表示，咪再背多兩三次啦。咁啊，再背，啊，再见佢冇乜表示，啊，再背够三四次啦。但系掹住佢后颈个士兵官员咧，仲系唔肯放手喎。咁周子祥呢次就知道如果有人玩嘢，跟住破口大骂啦。啊，你啲武昌痴鬼，我已经话咗俾你听，我系佛门弟子啦，我仲帮你念咗好几次经文啦，点解你哋仲唔肯放我啊？守门嘅士兵咧，啊见周子祥嬲嬲地，啊惊咗佢，于是就松开咗周子祥。而喺呢一瞬间咧，所有嘅大屋嘅画面全部消失。咁啊，周子祥就知道 ，well 濑嘢，咁啊濑嘢松手，咁点啊？梗系走啦。咁于是周子祥咧就趁机走佬。咁啊，嗰个鬼官员咧，因为知嗰个官员样嗰个都系鬼啦嘛。就一路跟住佢，咁啊官员自然有咩啊？有士卒喺后面帮佢守卫周围啦。咁呢个士卒咧，亦都跟住呢个官员咧追住周子祥。正当周子祥以为自己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啊呢个鬼官员劲啊，一个箭步得住喺佢前面，令佢入唔到屋企。咁咧，周子祥话：其实都去到我地头啦，我嗌入边屋企啲人嚟出嚟帮手咪得咯。唔好意思。正当他想喊的时候，他就发觉咦，我喉咙出不到声的，但是山人自有妙计，周子祥灵机一触，咦，我家附近就是寒溪佛寺，不如就引这堆这样的鬼兵过去佛寺拯救我了。于是呢，周子祥呢就大闹了，你这武昌痴鬼，我现在带你去佛寺等寺里面的和尚去处理你们。啊，这个官员样的鬼呢就一下捉住了周子祥的心口，不让他走。而周子祥呢同一时间呢，因为他想引他的佛寺嘛，掹住这个鬼官员的心口就扯他的佛寺了。啊，扯下扯下就真的去到这个寒溪佛寺附近了。去到这个附近，那个鬼官员的士卒呢都有点害怕了。就跟鬼官说，不如你放他走吧，再走前一点，我们就被他拉了佛寺，那我们就惨了。但是鬼官员说，不行，我捉住了他，不可以放。跟着呢，啊，有些屎计的小鬼啊，就走去周子祥后面细细声说，其实你有没有去城东看看，城东那个道士住的地方，里面的佛像为什么会乱，搞唔系入边啲像点解会搞到乱七八糟啊？你知唔知点解啊？原来呢一个官员咁样嘅鬼咧，系鬼中嘅侠士，成日咧都帮啲其他啲鬼咧去抱不平嘅，因为咧嗰啲咁嘅真道咧就无故打压嗰啲鬼嘅，咁佢就系一个侠士咧抱不平去打嗰啲真道嘅。於是乎，城東嗰座廟咧就係其中一個傑作。咁啊，
呢個鬼官員樣咧嘅鬼咧，聽到佢後邊啲侍卒咧，就喺度商量咁，喂、哎，即係話俾周子祥聽佢嘅事蹟啦。咁啊，非常高興，就哈哈大笑。咁啊，正當佢哈哈大笑嘅時候咧，就放甩咗周子祥啦。而呢個周子祥梗係趁呢個機會做咩啊？衝入佛寺啦，唔通仲俾佢捉住咩？於是乎，周子祥就衝入佛寺啦。而呢個鬼官員咧，就見到周子祥衝入佛寺，就唔再捉佢啦，因為周子祥都冇咩做過啲咩啫，只係念咗佛經。而呢個佛寺入邊又真係有幾個得道高僧嘅，咁個鬼官員梗係不吃眼前虧啦。於是乎就，唉，反正都有下台階，走啦，放過呢個周子祥。而個周子祥咧喺個佛寺入邊等咗好耐，都冇啲咩聲色喎出邊。於是乎就直接衝翻屋企啦。翻到屋企先放下心頭大石，於是乎咧就安心瞓覺啦。諗住正當呢個時候，出邊打更佬就吞吞吞報時，原來我已經係四更啦，咁就天光啦。啊，咁天光即係咩啊？咩事都冇啦。咁咧故事就去到呢度啦。咁係咪人鬼鬥法咧？我覺得鬼勁啲，可以打低道士。咁啊，去到呢度。梗係要飲翻啲酒定定經啦，好似周子祥咁啊，翻屋企定經啦嘛。咁我啊飲下酒定下經啦。今日咧五支咧，其實咧就飲剩兩支嘅啫。哇，已經過曬聖誕啦。咁啊，不過照飲啦。今日飲呢個咧，仲係聖誕嘅。等等呢、這個啊呢、這個蘇格蘭文，我今次查咗點讀啊。喂就係 Glencliff。呢、这個係21年喎、哦，好似年份高啲喎、哦。咁啊，嗯，可以試下試下。呢只 Glencliff 咧，21年咧係有57度噶，好似好勁咁喎。咁啊，時間關係啊，開咗啦。咁啊，試下啦，試下。嗯，21年似乎。應該不會好像上次那隻新酒那樣很辣啩，21年沒玩了都等等，那就聞一下它先啦。哇哇，21年是不同一點啊，21年的色深色過上那次少少的。好啦，玩了威士忌。嗱，這個 Glencliff 呢，它這間酒廠呢其實呢專門是做什麼呢？是專做基酒的，他呢就很少自己獨立出的，他都只出過三款而已，這麼多年以來，因為作為一隻基酒，很少會自己獨立出一個酒桶的，除非那間廠呢，那間上面那間公司想幫他推啦，不過多暫時都很少的，那麼作為別人的基酒，通常都柔和一點的，不過試一下先。嗯，水果風味多啲，水果風味多啲。嗯，啲果漿味啦，果漿味啦，係咯，有少少果漿味喎，果漿味，果漿味。哈哈，好，飲嚟試下啦。嗯。哇，5.57，它真的沒有新酒那隻辣的柔和一點，而它又甜的，我覺得入口像少少甜甜的糖味，少少肉桂味在後面，有少少肉桂味，蘋果批咁樣嘅，係啦，有啲蘋果批咁樣嘅，嗯，不過佢真係好少自己出，有機會先有得試啦。咁啊，今集去到咁多啦，飲下酒定下經啦，飲埋就完啦。嗯，飲曬完。
好，今日就飲完呢只咁嘅酒啦。咩叫咁嘅酒啊？聖誕，聖誕節。我以為你聖誕節飲曬添。咩啊？我每集一支啊嘛。你話買，你話買倒數月齡，你最後連聖誕酒都擲咁耐，過曬啦聖誕。冇計噃。一集一個禮拜一集咁樣，冇可能一次過一集嘅嘅。拍曬佢，我都好喎。嗱，聽眾課，你唔做？唔係聽眾課金叫我一次過。介紹曬咁多隻係可以嘅，可以你課金話俾我知，攞曬成節嚟介紹，冇錯。但我會額外做嘅，額外 special 做啦。呢啲介紹呢啲烈酒就因為國立大概得六呢隻烈尖嘅烈酒賣咗咪而家啊，係啊係啊，嗰支我有啊，我有介紹過嘅嗰隻，不過我隻機場特別版。哦，機場特別版，我知係機場特別版同國立大台嗰支唔同嘅，但係國立大台嗰支都好飲嘅。所以大家可以買翻國立大台嗰支 Rocco 煎酒，好飲嘅，嗰支入口係 OK 嘅。係啦，冇錯，正常，但係最好都係溝翻少少。哦，佢哋嗰陣咪喺度溝 tonic 咯 ，tonic 水啦，你或者溝少少檸檬都 OK 嘅。所以即係我有時會溝咗第二啲嘢。咁樣，因為你就咁煎係，其實比威士忌辣少少嘅，近啲嘅。啊，威士忌。咦，咁啊，講到呢度，喂，今年咩車工係咪冇得擺啊？冇啊，有新嘅消息就係咩咩啊？嗰個車工車工廟外邊嗰個市集唔俾開嘛？但係佢俾唔俾擺啊？系啊，究竟俾唔俾拜啫？就應該冇咗咧，就冇得開噶啦。如果係咁，但唔得喎，未還神喎。我上年求咗簽，我未。舊年有開咩？唔係舊年都有啊。舊年封咗陣㗎，我記得。我有求簽啊。唔係我知啊，舊年其實都就算觀音借庫都冇得去啊，好似。係啊，觀音就但係車公我有求簽喎。所以佢今年都唔俾你去咯，就咁點啊？咁我仲有冇求簽啊？冇啊，唔係趁佢未。未封嗰時候去還神咯，要還神係要之前噶嘛，係咯，要再去跟住先再求噶嘛，係啊，還神係要之前還噶嘛，咁麻煩嘅搞到，咁黑人憎嘅，瘟疫政治真係麻鬼煩，係喎，啊初白出咗，佢入咗嚟好耐嘅，變咗嘉賓啊，初白，係喎，咁啊，咦，咁初白入咗嚟，我哋播歌啦，算啦，咁就係咁多先，係咯，咁啱啱講開車工就係。播翻車工呢首歌，大家可以買呢個《香港眾神》嘅音樂畫冊啦。七叔擺喺個頭出，係睇唔到頭咧，冇啊，冇貴啊，係啊，呢個就七六二啊嘅創作嚟嘅，咁樣咁大家未買就快啲買啦。好啦，咁我嚟出啦，車工好啦，今集就嚟到呢度啦。我哋入煙草。點啊！我哋有扮 DJ 準備播歌，今晚再見。肚腩蒸，干戈不停，護家勤王和此景。江山無聲，花果飄零，由我為民領根治謝。但有病痛诸般恶夜，不忍见民惨情。愿赐神灵消灾解困，保此乡世代不死。车船普天下，半半丑心变好，幸有大元帅指引明路。画饼不见香，赦天食不充肠，劝勉早于千民传扬。一片好心可积善，自然福长和潜笑。朋友大元帥解說分曉，行子孫不超，不識鬼卒如妖，禍來禍去因自招。
见沟通铺，事过境迁，恍然知道。车转普天下，半半丑心变好，幸有大元帅指引明路。上古守命今重利，人情反复似波涛，劝勉早于千文相告。天眼恢恢疏不漏，人情天理只要讲，愿世人回懂谦逊卑躬。行止算不超，不识规则语言，我来我去因自招，我来我去因自招。